已经上馆子了，上包房了。看看，我老妈在后面，还带着老狗过来了。老狗关在家里怎么办？猫狗大战啊，那完蛋了。回家一看，老狗已经不行了。月月，月月父亲，我老爸。看看我老爸这个气质啊，和月月的爸爸就相差太多了。嗯，月月爸爸看上去就像我大哥一样。我老爸看上去啊就是老了好多啊。老爸背挺一挺。挺啥的？挺不起来的。挺不起来了。啊，要不认识。你要习惯性的挺一挺，拔一拔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我在拍视频。这个小帅伙是小姨的孙子啊。是的。嗯，你小名叫什么？吉米。吉米啊。吉米。吉米。吉米。啊，他叫吉米。你是弄好了吗？老爸坐，不要客气啊，就当自己家里一样啊。虽然已经很久没有上包间了，对吧？老爸，我来，不要客气，我给你倒。我来，你来倒。你等一会喝饮料，人家来的啊。你哪里冷菜？有啊，四个冷菜。响油鳝丝刚刚上来烫哎，凉一凉。老看着上头了对吧？好，可以呢。笑死我了。嗯，接着碗里再吃啊。喝点椰奶。你好长时间没喝酒了，喝得掉吗？这里有大概二两吧。你呀，大哥，我最多一两酒。一两半。三两杯。嗯。啊，这是三两。哪是今天你和月月父亲喝，我就不喝了啊。侬不要吃了。我眼睛不好。侬酒不要吃。嗯，我喝茶叶茶。可以。老妈喝椰奶。酒味道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是。我的白酒是交关年数了，不是讲交关年数，交关年数不大吃。这是浓香型的还是酱香型的？我不懂。浓香一个。嗯。浓香型的。你不懂的。大吃大喝的。可以了。浓香一个哈。俺俩搿搭酱香一个奶吃。酱香型的就。酱香型有些人吃不惯。对呀。酱香型是东北人吃的，十几年才吃浓香一个。俺俩搿搭吃浓香型的。肯定是有浓香。浓香苏州嘛，基本上就浓香。哎。啊，冷喷上来了。哦，你也知道这种菜了。海蜇头，这个是。藕对吧？糖藕怎么吃？对对对，我也晓得糖藕，海蜇，这莴笋片，莴笋，嗯，还有竹园鸡，白斩鸡，这个是小半个嘛？啊，搿啥鸡头得不啦？那是半个，不是半个，半个头嘛。那快点把鸡给我转过来。哎，对，我转过来。快点，赶紧。来吃，吃，这样啊，吃，不客气，来，啊，可以，好，这是椰多鲜汤对吧？椰多鲜，月月里面有肉不吃啊？嗯，你看，吃点笋吧，一小口喝啊，老爸啊，辣了啊，辣喉咙了啊，42度还可以，42度的，啊，那还可以，那不够浓的菜了个，嗯。好，都是他哥啊，跟他吃不吃？哎，嗯，好像比谁都不能买他几块钱。哈哈哈哈哈。可别急死了，可别急死了，老妈。老妈，给可别吃点这个肉，弄一块精肉，擦一点点。肚子又饿了，嗯，可别乖啊，一点点，先骗骗他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连续吃了十几口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嗯。好，老妈吃。可以这样。莴笋。百叶结、莴笋、咸肉。你知道你刚刚吃的那个鱼叫什么名字吗？我说了吗？
蛇的叫什么？松鼠桂鱼。松鼠桂鱼就是这一条松鼠桂鱼啊，就是月月心心念念一直想吃的松鼠桂鱼，我是一直没有给月月安排上，今天到位了月月啊。嗯，这条鱼还不小嘞，不小啊。嗯，这条鱼好像说的嘛，一斤七两这个样子。是。嗯，就是个，今天早上也没去，牙上了没。昨天倒是有个了。啊，桂鱼对吧？哎，昨天早上头。倒是有个了，两条。假设讲是侬还是这个是什么？葱油大扁豆。蚕豆。蚕豆。有点咸。油吧。有点咸啊。咸少吃点。嗯，不多老酥，味道老好。酥蛮酥的。老糯啊。什么？这水豆老。大蚕豆。啊，水豆。老爸，你往当中煎呀、啊？当中不煎尾巴干嘛啦？我对你啊。啊，肉。味道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蛮好，蛮好啊！多吃点。月月今天开心啦！多吃点松鼠桂鱼。嗯。啊。是啊。当初全都交给你了啊。嗯，要不能我一个人独吃啊。嗯。侬吃好了，可以吃吃，别个弄啊，老爱吃。嗯。来。来碗萝卜。月月妈妈吃。萝卜。你吃呀。我也喜欢吃。就是不敢多吃。嗯，老妈吃，蘸蘸汤，哎，尝一口，味道可以啊。嗯，苏州烧松鼠桂鱼应该还是不错的啊。再来一口。还有最后一个重量级的大荤，手抓羊排。嗯，都已经切开来了。哎，不来。啊，菜齐了，饭没来了，没再拿碗饭。月月，那先转到你面前。我吃，你吃，你们吃。你吃呀，拿一块。侬看那个筋啊，不要有个筋的侬啥？啊，不想吃，胃口还是不好啊。那你吃。不用这就是，不用这就是。尽快嘛，啊，都一样的。吃，慢慢吃。有些人，有些没事情。胃口好。这羊排咸不咸？来来来。月月妈妈说羊排咸了，不咸啊？可以啊，椒盐的，上面有一层咸的，大概。跟他们解压一样。老爸慢点啊，年纪大了少喝一点白酒。我喝的还蛮多了。那今天，其实点一瓶红酒也行啊。红酒就不要了，点白酒。白酒啊？嗯。老爸吃白酒，你可以开始干饭了，干饭王。我是干白米饭啊，那么大一碗白米饭，好吧。侬碗够好啊，干不干？我不要，你不要。都是你的这一盆饭啊，都是你的，都是我的。多摇一点，你直接拿那个盆干嘛好了。这个样子太难看了。反正我们不吃，对不对？形象总归要注意点的了啊。不需要。直接拿一这一大盆干米饭啊。这小油上司怎么都不吃啊？你吃。来，那我都干，你多吃一点。什么叫你都干了？想油上司，拌一下米饭，下饭。我不客气了。不要客气。我胃口好啊，胃口好就吃。胃口好，趁现在。好嘞，留一点，这还没吃嘞，我们。你们不是不吃了吗？我们说不吃，那是客气一下。你还真不客气。好嘞，现在还稍微年轻，对吧？胃口好，多吃一点，在家里面干活可以多干一点。说什么话？月月，你不吃？你吃，我看你吃。我喂你一口。我不吃。你拌饭。我看你吃，我就看你吃。你看我吃，吃饱了。我看你吃，我胃口也好。来，我不。喂你一口。不要，你自己吃。你吃的越香，我感觉我自己也跟着吃的很香。嗯，好吃。吃点蔬菜呀，别老是吃肉呀。嗯，来，老爸，来，喂你一口。我不要这样。胃口是真的好。好，我来。中央呢，我要在那边吃的，带点。哦。到那边去吃了再回来。哦，吃肉了。哦。
早上要搞五比天的几点钟回来了？五比天嘛，十点多。我去了，喂你吃，我吃，我吃饱了，你搞啥了？阿拉早上像是。对头，还有呀。老弟。我基本上老弟都十点钟起来。看你吃啊。这都拍进去了。我困的，我基本上再起我老弟都叫我起。老弟我基本上老弟都十点钟。好吧。鱼头对着你，你今天老大，侬才好吃得意嘞，侬胃口好，鱼头，你吃啊，侬鱼头也吃得意，好吃啊，松鼠桂鱼，好吃要吃得牢，晓得吧？侬好吃又吃得牢，侬吃，吃饱了，吃撑了，不要浪费，全部通通吃完，请我付的啊，想要。799，799万，数字不错。